姐妹们又来拼多多进货了，生活费超过500块的不要看，发现了一个可以用上一整个学期的活页本，这些有整整2斤 A4 的大小，纸张厚实也好写，拼多多搜按斤买活页本才13块多，配上可拆卸的外壳 DIY 封皮，普通的一个活页本就要10几块，咱们 DIY 下来一个才5块左右，这个垃圾袋买一次能用上多半年，一共20卷，整300只，拼多多搜多派家居旗舰店，平均一只才7分钱，按分为单位买东西，只有拼多多能让人体会了，一提一拉随手丢楼下，简约美观不脏手，实现人类刚需垃圾袋自由就是这么简单。